好，欢迎收看这期的 JJ 休斯顿房评。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个房子是一个我之前从来没有介绍过的一层带高挑厅的房子。一层一般情况下最基础的配置是八尺，好一点的是九尺，再好一点的是十一尺、十三尺和十五尺。但是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房子，它的挑高非常的好，它是二十尺的挑高，也就是说一个一层的房子，它像两层一样有高挑的客厅的那种。那我很少介绍这样的房子，是因为这种房型本身就非常的少，所以说有点可遇不可求的样子。那像现在在休斯顿所有的新房的建商也不是特别常见说盖一个一层的房子有这么高挑厅的因为毕竟成本啊面积啊都是要相匹配的。然后我们今天看到的这套房子呢，是一个位于 Missouri City 这个区，离中国超市啊中国城都很方便的一个区域。然后呢这个房子在所在的学区的小学、初中都很好，高中稍微差一点点，但是有的人可能孩子比较小的话也不会特别介意。最重要的是这么漂亮的一个房子，它的售价是35万美金，并不是很贵。所以说不管是您用来做养老房还是投资还是孩子上学来好，我都觉得这个价位是比较好接受的一个价位，所以呢这个性价比非常的高。现在就让我们先看一下房子吧。如果您对休斯顿地产感兴趣，或者对休斯顿的各种房源感兴趣的话，欢迎加我微信关注我微博联系我。我们现在看房子。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个房子是位于这样一个 cul-de-sac 的位置，所以它是个内圈的位置，就会感觉比较安静。然后这个房子呢是个一层半的房子，所以你看它外表感觉像一个一层，但是里面真的非常的美。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美美的小房子吧。然后主人很用心，你看它的这些地方做了这样小小的装饰，很可爱。然后它这个地方还做了这些石头，那意思是就从那边的车库，然后如果你只是像我一样把车停在这个外面，然后这样走走走就可以从这儿走进来，然后进门啦。这个房子真的是很精致的一套小房子，让我们来看一下啊，它内有玄机，一进来就是这种蒂芙尼蓝，哇，好漂亮的蒂芙尼蓝。然后它的餐具都摆得很好看。然后呢右手边就是这样的一个钢琴室，其实它就是一书房，但是你看主人做的好漂亮。然后它那边这样一二三有三个窗户，然后呢这边也有一个窗户，所以很舒服的感觉，很亮堂。然后我们再往前走，这样一个走道。这房子是一层半，一层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卧室都在一楼，然后二楼只是一个活动的区间。然后我们走到这儿了，你看右手边有一个洗手间，这是一个全卫。主人知道我来拍房子还给我留了音乐。然后这是一个小孩子的房间，你看这个公主的房间简直了，好美。而且因为我有女儿嘛，所以我看到公主的房间我就觉得好想看看人家是怎么弄的。哇，你看她所有的玩偶都放在这个地方。然后这边呢是一个衣帽间，哈，漂亮的小裙子。然后这种小挂饰，当然了这些东西你房子卖掉之后会搬走的啊，我只是说就是细节就能看出主人对房子用心。那儿好美哦，小公主的房间，包括你看她放的这个小水晶灯，那这种东西都不会搬走哈。哇，小细节做的真好看。然后呢另外一边呢也是一个卧室，这也是一个卧室，因为它是他儿子的卧室，这不就是我们家配备吗？你看他儿子的卧室这儿也有一个放玩具的，好可爱。然后小书柜，然后再往这边啊，这是衣帽间，然后这是一个小厨子，然后他的房间，哇塞。然后他的地毯都很新。公共区域呢就是这种地板。然后我们再往里走就到他漂亮的客厅了。然后我们先看看这个门看看是什么。哇哦哇哦 so cute， 看两只狗狗，哇，原来你们在这里，这么可爱，好乖哦。他们家的东西都好乖好可爱。然后一走过来就是一个很大的厨房，待会儿我们具体的上厨房看一下，再看到客厅了。看一层半的房子高挑厅，
很好看，很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想你的这个卧室都在一楼，你也不需要爬楼啊怎么样的，然后又有一个高挑厅，而且35万的报价，这样的，这样的一个高挑厅，爽。我们现在看一下它的厨房，厨房很大，它有中岛，有三部分组成，然后它的橱柜是这种做旧的设计，就是这种感觉做旧的设计，不是实木的，只是做了一种做旧设计而已。然后大理石台面虽然也不是非常好的大理石台面，一般的这种大理石台面，但是整体的感觉很协调，很舒服，配上它这种地板，就整体感觉很协调。然后呢，炉灶，四头炉灶，然后上面有一个微波炉，其实微波炉下面就是抽烟机。然后我们最主要是看一下它有烟道啊，有烟道，看到吗？所以您直接装一个中式抽烟机就可以了。然后在厨房的旁边是一个备餐台，啊，放了一点酒杯，哇，这个主人真的是精致哎。然后呢，这边就是洗衣房，然后再出去就是我们刚才看的蒂芙尼蓝的餐厅。然后在旁边，这是早餐厅，早餐厅的这个门就是通往车库的门。 Welcome home， 你看它写着 milk, eggs, banana, grapes， 哇哦，很用心的主人。特别是你看这个客厅是不是很爽，很好看。然后就到了一个非常好的设计，然后它的两个套间的卧室是这边一个，然后这边一个。我们先来这边的主卧看一下，主卧门口还放了一个小台子，放了精致的小玩意儿，然后里面是主卧，哇，主卧King 的一张床摆在这个房间都显得很小，就知道他的这个卧室很大。看，然后我这边还有个水晶灯，好美哦，就好细节都弄得好精致好漂亮哦。就房子有的时候也是什么样的主人住，这个房型首先很漂亮哈，大高挑厅，一层的一个大高挑厅很少见。然后这是他的洗手间，两个洗手台，然后这边马桶间，马桶间再往这边是一个小橱柜，可以放好多杂物，然后衣帽间在里面，这样的一个主卧衣帽间。出来，我们看一下旁边这一面呢，就是一个套间，这边是一个洗手间，这样一个洗手间，洗手间往这边走是一个卧室，所以这就是另外一个套间。然后它现在这个床是个 queen 的床，你看细节，灯有换，所以就很精致很漂亮，墙也刷得很好看。好，现在让我们上二楼看一下，它这个二楼呢就是一个活动的一个区域，好了，我们到二楼啦，二楼就是一个完全活动的一个区域。二楼很简单，这样一个活动室，然后活动室这儿配了一个客位，然后现在呢，让我们去院子看一下。你看他这儿摆的这些小东西，好漂亮。我们今天来的这个区呢是 Missouri City， 这个区离舍格兰很近，所以它离中国城的距离并不远。这个房子的学区小学初中都是10分的，高中稍微差一丢丢，高中是7分的。我们现在来院子啦。
院子不大，但是整体做了硬化，并且音响是跟里面通着的，对，同样有音乐。然后他专门给小朋友做了一个玩的一个游乐场，然后底下还铺了这种 mulch， 就是软软的这种软软的这种木头屑子。然后你看它的这个围墙，整边的围墙都爬满了植物，所以就会显得很漂亮，一点都不压抑的感觉。然后那边还有一个小的这个小吊床，这就是它小小的院子。总体来讲，这个房子是非常非常精致的一个房子。好啦，这就是我们今天看的这个房子啦。如果您对这个房子感兴趣，或对休斯顿地产感兴趣，欢迎加我微信，关注我微博联系我。我是 JJ， 我们下期再见啦，拜拜。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房子离中国城的距离，离中国城的距离是26分钟，19个 mile。然后它离学校的距离，这个房子小学、初中都是9分的学校，高中是7分的。这个9分学校的距离只有3分钟。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它离 Medical Center 的距离，这个房子离休斯顿著名的医学中心27分钟。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房子周边的邻居，有一个邻居是34万5千美金，已经 pending 了，也就是说等待过户了，卖掉了，大概就是这种感觉的，差不多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的一个邻居的房子。其实它的升级是没有这一套房子多的。然后再看一下，还有一套33万美金的，你看这套只有3个卧室，2个半洗手间。再看一下29万9千美金的，这个房子只有3个卧室，2个洗手间，那这种感觉可能就更不是很精致一点。然后另外一个邻居呢是58万5千美金，已经 pending 了，也就是已经卖掉了，它里面是有一个大的旋转楼梯的，这样的感觉的，因为它50多万了嘛，就贵了很多，所以是档次就不太一样了。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这个房子周边的一些大概的情况。我们再回头看一下这个房子，那我们现在今天看的这个房子的评估价格就在37万1，差不多这样的一个样子，所以它的现在卖价标的是35万，还是蛮适中的一个价格。